分歧仍未知，阿娇五月分歧变单身派对。钟欣同阿娇啊，今年二月咧就答应拍拖半年嘅台湾医界男神男友蓝云国嘅求婚。早前有指咧二人铁定咧5月25号咧喺美国洛杉矶举行婚礼。不过阿娇寻晚出席活动时候咧就否认五月嘅分歧，并称大家误会咗啦，澄清咧只系举行一个单身派对，而婚礼咧就仲未定，只系表示咧应该今年内注册。咁我哋其實廿幾人嘅啫，好少人嘅啫。咁一個小範圍嘅派對，等佢喺最後一年嘅單身，即係今次嘅單身，最後一次嘅單身，同佢一個慶祝咁樣咯。慶祝，係啊，即係喺演唱會結束之後，巡迴演唱會喺結束之後，我哋保密啦。好驚係嘛？即係保密啦。呢個係唔係？呢個係一個私人嘅活動嚟嘅啫。結婚喺香港，其實我未決定喺邊度註冊嘅，係啦，未決定邊度註冊，係啦，即係有機會喺外國行禮就翻嚟擺酒，唔係，係一個私人嘅活動，係啦，我哋自己一個單身嘅派，唔係正式嘅講緊，即係單身。佢嘅註冊嘅意思真係寫落筆嗰個註冊，而佢結婚咧，即係擺酒嗰啲咧，就會係喺翻香港嘅，一定。即係註冊一定喺香港。唔係啊，擺酒擺酒還擺酒，註冊還註冊咁樣。我擺酒就香港，註冊未定。註冊就係未必喺香港，私人派對唔講，定咗先，未定嚇，日子定咗未？註冊嗰個未啊，都未嘅，係註冊未定，日子會唔會今年內先？應該會今年內先，係。